第六课：一分钱一分货。课文一：张远和李进聊李进昨晚的购物经历。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，你忙什么呢？昨天妻子让我陪她去超市买果汁，我把手机忘在家里了。 买这么点东西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！我们先去逛了会商场，一进门，售货员就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这介绍那。他买了一条裤子、一件衬衫、两双袜子，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买东西时，我只看自己想买的，而且喜欢自己看、自己选，不希望被别人打扰。 是啊，回家以后我才发现，竟然忘了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。生词：果汁、售货员、袜子、打扰、竟然。课文二：王静在商店买西红柿。 西红柿新鲜吗？怎么卖？七块钱一斤。您放心，保证百分之百新鲜。怎么这么贵啊？我记得昨天才三块五一斤，今天的价格是昨天的两倍。您问的这种是绿色的，一分钱一分货。每天吃一两个这种新鲜的西红柿。 对皮肤有好处。好，那我先买几个尝尝。好的，给您西红柿，一共两斤，十四块。生词：西红柿、百分之、被、皮肤、好处、长。 课文三，李进在商场买行李箱。先生，我们店的行李箱都在这里，请问您要什么样的？我想买一个轻一点的。您看看这个，不管从价格方面看，还是从质量上看，都是值得考虑的。质量是不错。 请问这个多少钱？现在我们商场正好有打折活动，打完折是九百九十九。另外，一年内我们都负责免费修理。你们的服务不错，价格也可以，就买这个吧。生词：轻、方便、值得。 活动内免费修理。课文四，顾客朋友们，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书店今天举行购书送好礼活动：购书满一百元送一个笔记本，满二百元送一本词典。另外， 一些图书还有打折活动，其中小说七五折，地图八折，留学考试用书六折。如果购书满五百元，可免费办会员卡，以后购书可打八折。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和所有的小朋友还可以获得一份小礼物，欢迎大家选购。生词支持。 举行满其中小说会员卡所有获得课文五。人们常说“一分钱一分货”，意思是东西的质量和价格有很大的关系。 也可以说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一般情况下，你花的钱越多，买的东西也就越好。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质量很好的东西也会很便宜。例如，春天来了，冬天的衣服就会打折，质量很好还很便宜，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。 一到节日，商场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，降低价格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。生词：情况，例如，举办，各，降低。